我吃毒吃了30年，我想要渴望的那种温暖，还有那种情感，我好像可以透过安非他命来跟其他五个人连接。曾经有份问卷问监所内的收容人最希望什么，没想到答案不是减刑，是恳亲会。有什么想说，有什么不能说不出口，说出我心里的一句话。对很多药瘾者来说，家人是内心最纠结、最不能碰触的一块。我国小2年级、3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就离婚了。我们家因为就是没有人管，所以餐桌上面永远该到的人都不会到齐。英华有一个感受不到爱的童年。有一天，那同学就从他哥哥那边偷了一些安非他命出来，这是我第一次使用。然后我们就6个人就在那边，吸安非他命。透过这毒品，我们就那种感觉会让我很满足。但毒瘾就像噩梦般蔓延，再也挥之不去。我们家很奇怪，我们家有5个成员，只有我妈妈没有在吸毒而已。我爸爸也有吸，我还有2个弟弟也有吸。全家都染上毒瘾，从最扭曲的童年晃眼一过30年，6进6出监狱。没想到母亲的一次探视，终结了英华荒诞的前半生。30多年来，我没有这么认真看过他。我突然发现他的皱纹变了很多，特别是这里。我那时候我的心里突然很酸，我在想说我都长这么大了，怎么还会让妈妈这样子。我妈妈这30年来没有被任何的环境啊，没有被任何的环境因素打败，也没有被毒品打败，可是最后竟然会败给时间。老去的母亲成了英华戒瘾的决心。国内约23万人滥用药物，但仅约7%正接受药瘾治疗，而60%药瘾者跟英华一样，想远离深渊，是因为家人。利布塔兹源自拉丁文，意为自由，希望药瘾者不再被药品绑架。这一天正好是每个月一次的助援大会，是因为我们空间有限，所以要需要把空间留给需要的人。讨论生活起居大小事，没说，其实看不出这一群人年纪轻轻，却正为戒瘾努力着。是我们的中途之家，这里是家，也是戒治场域，和外面的花花世界只有一墙之隔。他真正自己如果回到社区里，他可能会面对的问题，他会学得，他习得他的一个因应的方式。在这里生活及治疗需要更大决心。利伯塔兹在木栅闹区打造戒瘾一条街，22个门牌，每个月缴房租。我们资金的部分还有募款的部分，其实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因为要做的服务实在太多了，但是资源是有限的。你要示范最经典的奶泡吗？爱心双层奶泡，来拉一个花。从逞凶斗狠的少年，到冲泡咖啡的咖啡师，或制作中西式糕点，虽有种不搭嘎的冲突感，但这些社会企业让想回归社会的人学习也疗愈。从生活到培训，想做的事很多，但现实却不允许。这样子的床位其实是不够，我们治疗性社区有非常多的等待名单，公部门给了我们很多补助，但是那只是补助。现在整个物价啦，一直不断的增加，我们其实是相对是非常吃力的。还有一群人也正在苦苦撑着。这一本，这个图就在讲说药物成瘾怎么去破坏我们的神经系统，就是我们脑部。成瘾不是心理，是脑部成瘾中枢功能受损。院长黄明奇投身酒药瘾医疗27年，坦言要养个戒瘾团队真的不容易。一个团队花的钱绝对没有办法用医疗收入上面去平衡，人力费是最贵的，薪水是最贵的，然后健保
在台湾又不没有几副药引，即使有几副的也很低。松德院区2018年获卫福部补助成立药引医疗示范中心，95%是戒毒，约4%是戒除药引。目前一个20人团队，每个月得负责300名个案，一名成瘾专科医师每月要看100-200人才能勉强撑起，更别说其他医疗单位，有的专注研究，有的仍强调获利。成瘾治疗虽没有收入诱因，但却攸关很多坠入谷底挣扎的人生。药瘾的个案又不会只有药瘾的问题，通常都还有具有一些酒瘾的问题。那酒加药这问合起来的时候，那问题常常就更困难。所以成瘾个案是一个高度困难个案，我们也不会因为高度困难，所以我们得到比较多的医疗上面的收入。对医护来说，付出不容易看到回报，甚至上了战场还可能没有子弹。除了海洛因成瘾之外，其他的治疗在药物上面的发展几乎原地踏步，治疗的那个子弹都没有的话，你知道会阻退很多人想要继续治疗。各个职类加起来已经有2210多位药引医疗的相关人员。好，那这个相较于110年的时候才1150多位，其实是增加了40%。卫福部端数据想证明政府有看到问题，总经费从过去1.35亿暴增到今年超过11亿，全台部件157家介质机构，183家替代治疗执行机构，6家药引示范中心，19家治疗性社区中途之家等，并补助治疗费用，未成年1年4万，成年35000，一年补助1.6万药引者。其实这几年我们也会在治疗的项目上来做增加，很像比如说家属支持的部分，就是基础建设的部分，他们要有人，要有设施设备，要有平常的这个营运费用，这些相关成本的部分我们会去做投入。但如何让药引者有病识感，愿意走进治疗才是难关。民众不知道原来这情瘾中枢的病变会让一个人的行为跟思考完全被药物绑架，没有动机走进治疗，更怕被污名化。精神科所有的疾病都是被污名化，即使是最简单的忧郁症。所以污名化的议题是潜在的冰山，最深的冰山。如今的英华戒掉毒瘾，甚至成为利伯他兹的种子教师，考上社工，要帮更多人走回人生正轨。别人要贴标签，我也没办法。但是我必须要警惕自己，就是说被贴标签是不可能完全被撕掉。戒瘾的日子不算苦，撕不掉的毒瘾标签，投射的异样眼光，才是重生真正的难。